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。在今天的中文课里，我将带着大家来一起听一听两个人打电话时的对话。这两个人分别是张鹏和小林。通过名字你可以看出张鹏应该是一个男性，而小林是女性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关系。张鹏和小林是老同学，表示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学习过。有可能你会问我，那老师，如果我和某个人在同一个学校，但是不同班，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和他是校友。小林想和老同学一起聚一聚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所以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张鹏。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吧。自然语速，真实对话。喂，张鹏，是我，小林，你下班了吗？是小林啊，我还没呢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吗？慢速中文。喂，张鹏，是我，小林，你下班了吗？是小林啊，我还没呢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吗？通过刚才的对话，你可以听出来，张鹏和小林的关系很不错，他们两个比较熟悉，所以说话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正式。刚才小林说，喂，张鹏，是我，小林。为什么小林要说是我？其实当我给一个熟悉的人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甚至不用说我的名字。比如我给我的父母打电话，喂爸，是我。我为什么不用说我的名字呢？因为他们可以听出来是我的声音。尤其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会，喂，是我，他听出来了，是我的声音。但如果这个人你虽然熟悉，可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，对方可能听不出来你的声音，但是你们关系很熟悉，你不需要做特别正式的介绍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说，喂，是我，麦克。肯定有朋友会问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，喂，我是麦克？什么时候人们会在打电话的时候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呢？一般是你给客户或者是非常正式的通话，你要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比如因为工作原因我要打一个电话，这时我就会说，喂，你好，我是 ABC 公司的中文翻译，我叫廖丹。你学会了吗？你要首先介绍自己的职位，然后再说我叫什么。我们再来看看小林还说了什么。小林又说，你下班了吗？如果你是在差不多下班的时间给朋友打电话，但是你有点担心他现在还在忙，你的电话会打扰他，这时我们可以怎么问呢？你可能会听到，你这会儿忙吗？你这会儿忙吗是什么意思？是指我现在给你打电话这个时间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忙吗？你这会儿忙吗？当然你也可以说，你现在忙吗？有时候电话一接通，你就能听出来你的朋友其实正在工作，这时你可以说，你这会儿方便接电话吗？这会儿就是现在，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也许你会说，老师，不对啊，我在 HSK 还有课本上学的都是现在，为什么你教的是这会儿忙吗？我没听过这会儿。其实在中国的北方，尤其是日常对话中，人们会经常说这会儿。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只看 HSK 或者只看中文课本，你就是听不懂中国人说话，也就是听不懂中文的电影或者电视剧
人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我们再来看看张鹏说了什么。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是小林啊。大家注意到了啊，很轻，不是是小林啊，这个啊不是很长，是很轻的，是小林啊。有朋友问，为什么要用语气词，这里的啊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没想到是小林给他打电话，是你啊，我没想到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是你啊。这个啊发得很轻，你可以试着练习一下。然后张鹏又说，还没呢。他为什么说还没呢？这个句子就好像没说完一样。刚才小林问，你下班了吗？他回答，还没呢，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。这里的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问你，看完了吗？还没呢。写完了吗？还没呢。来了吗？还没来呢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示还没有完，还没有完，还在怎么样，还没呢。然后张鹏又说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是南方的话，人们会把儿化音去掉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接着来听小林说了什么。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出来吃饭，你也来吧。嗯，好呀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？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，你也来吧。嗯，好呀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？小林叫张鹏一起来吃饭，张鹏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他说，嗯，好呀。这个嗯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他在想，嗯，好呀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张鹏现在就能去吃饭吗？现在还不行，他还有工作没有忙完，所以他说，等我，等我干什么？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。什么叫手头的事儿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张鹏说过去，这里的过去是什么意思呢？张鹏指的是他在办公室，他忙完就去吃饭的地方。你看方向，过去，从办公室去吃饭的地方。张鹏是一个人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吗？当然不是。他问小林，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一起去吗？带什么？你可以说带东西，比如我可以带一瓶红酒过去吗？我可以带一个蛋糕过去吗？你也可以带一个人。我可以带我的孩子什么一起去吗？我可以带我的老公一起去吗？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一起去吗？小林答应了吗？小林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而且希望我们继续拍摄这样的口语题材的内容，请大家为我们点赞转发，让我们知道这样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。自然语速，真实对话。喂，张鹏，是我，小林，你下班了吗？是小林啊，我还没呢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吗？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出来吃饭，你也来吧。嗯，好呀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？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肯定得带上啊，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。小林打电话叫张鹏去吃饭，张鹏提出可不可以带上自己的女朋友。小林说什么？小林说，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什么时候交的
女朋友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里有几个语言点我要给大家解释。有很多朋友都问，是不是只要是过去发生的我都应该用了？并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小林说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，他是想问张鹏，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星期？上个月？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当你想问一件事过去发生了一个具体时间，你就可以问什么时候动词加上的。比如什么时候去的北京，什么时候吃的饭，什么时候看的电影。我们再来看交这个字，交什么？交朋友。如果我和你见面，我们两个从来都不认识，但是我特别和你聊得来，我们两个聊天特别开心，有很多话可以说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聊得来的人，这时候我就会说咱们两个交个朋友，也就是做朋友的意思。小林问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，也就是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女朋友。如果你已经能够听懂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这句话，我们再来看小林接下来说了什么。小林接下来说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是一个反问句。我想小林是很吃惊，他认识张鹏很久了，从来没想过突然张鹏会有女朋友，所以他会觉得很意外，有可能他根本没注意到张鹏最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他很吃惊。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句话其实是表达他对这件事情感到意外。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肯定得带上啊，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。小林同意了吗？小林当然同意了，他说那肯定得带上啊。为什么小林用了肯定得带上？这里并不是命令的口吻，而是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么好的消息，当然要带上。但是在口语中我们也可以说肯定得怎么样，加强语气。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？你的生日那肯定得去啊。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肯定得带上啊，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。让我们几个认识一下吧，这里的让是什么意思呢？小林其实是半开玩笑的，希望获得张鹏的许可，可不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呢？他希望获得这种许可，这时候他就说让我们几个认识一下。为什么用一下？认识一下就是表示大家见面交个朋友，简单的认识一下。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肯定得带上啊，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。行行行，晚上你们见了就认识了，别忘了把餐厅地址发给我，几点吃饭啊？当小林和张鹏开玩笑说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，张鹏说行行行。为什么说了三个行？其实是表示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里其实也可以说好好好，表示我答应没问题。然后张鹏改变了话题，他说记得把餐厅地址发给我，表示发短信发送给我。记得一定要说发而不能说记，虽然记这个字翻字典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 send， 但是这里是发短信发邮件，一定要说记得发给我。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，餐厅的地址是什么地方，几点吃饭？晚上七点，南京西路假日餐厅，我已经订好了位置，你和你女朋友直接过去就行。
小林刚才说，我已经订好了位置，其实也可以说，我已经订好了位子。位就是座位的位，位置和位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位子通常是人们坐的这个位子，有一个椅子，但是位置是表示方位，比如是靠窗户的位置，还是靠门的位置。但是在人们的口语中，有的人用位子，有的人用位置。我已经订好了位子，我已经订好了位置。这里的订到底应该是哪个订呢？宝盖头的订还是言字旁的订呢？请你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，就可以找到这期视频。小林说，你和你女朋友直接过去就行。为什么要用直接这个词？小林的意思是说，你去餐厅之前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订位子或者是预约之类的事情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直接过去就行。就行就是就可以。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比如在办公室，你的同事对你说，我跟张经理打过招呼了，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就行。直接过去，你不需要提前打电话再确认，我跟他说过了，你直接过去就行。去哪呢？去他公司或者去他办公室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你们提前已经商量好的地方。好的，晚上见。嗯，晚上见。如果你看字幕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字是嗯。嗯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还没想好，我可能会说嗯，让我想想。嗯，但现在我很确定，嗯，没问题。嗯，好的。这个嗯是非常短的。喂，小美，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？都有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。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，喂，小美，他叫他女朋友的名字，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？张鹏不是约小美出去吃饭，他是希望小美陪着他。陪他就是陪同的意思，陪他去干什么？陪他和朋友吃个饭。为什么用个不是顿呢？你当然可以说吃顿饭，但在口语中人们也会说吃个饭。比如办公室的同事可能对你说，下班之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下班以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和同事在外面吃完饭了，当我回到家，家人可能问我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。我刚才和同事吃了个饭。可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去参加这样的聚餐，你希望有人陪你一起去，我们应该怎么提出这样的请求呢？我们首先要问对方，他有时间吗？他忙吗？他有空吗？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问对方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比如你可以说，你今天晚上忙吗？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你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？这四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问对方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。张鹏让小美陪他一起去吃饭，小美立刻就答应了吗？小美说了什么？我们再来听一遍。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？都有谁呀？我认识吗？小美并没有立刻答应，她问，都有谁啊？我认识吗？
看来小美也不喜欢和陌生人一起吃饭，她想知道这些人我认识吗？他们是谁？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都有谁啊？这个都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句话完整的句子应该是，去参加聚会的人都有谁呀？小美想知道有谁去参加聚会，你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，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告诉我，都有谁呀？张鹏说，他们都是我的同学。看来小美不认识，他们都是张鹏的同学。你不认识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，你就来吧。好吧。张鹏可能听出来了，小美有点犹豫，不太想去，这些人小美都不认识，她不太想去参加这样的聚会。所以张鹏说，你就来吧。大家一定要学会这句话，尤其是你就怎么样吧，他是在求小美，你就来吧。什么叫你就来吧？你就来陪我吧。句子短一点，你就来吧。你几点来接我？6:30在你公司楼下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小美问，你几点来接我？这里有一个动词接。接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希望张鹏能够在他下班以后在公司楼底下迎接他，也就是等着他，等着他下班。接这个字非常的实用，比如每天下午4:30我都要去学校接我的孩子，接我的孩子放学，我要去学校门口迎接他们放学，然后把他们带回家。但是人们在口语中不会用两个字，不会用迎接孩子放学，而说接孩子放学。又或者你坐飞机，到了飞机场，你希望有人在机场接你。你坐火车，到了火车站，你希望有人在火车站接你。你明天能来机场接我吗？你明天能来火车站接我吗？你几点来接我？6:30在你公司楼下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张鹏来到了小美公司楼下接她下班。他们两个一会儿怎么去餐厅呢？是张鹏开车带小美去餐厅吗？不是，张鹏没有开车。张鹏打算和小美打车去餐厅。打车其实就是打出租车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租车变短一点，打车。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有些城市会说打的，打的其实就是打车的意思。就在张鹏和小美打车的时候，小林打来的电话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喂，张鹏，你们走到哪儿了？我们还在打车，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到吧。小林问，你们走到哪儿了？看到走这个字，大家可能会想到走路，但其实指的不是走路的意思，而是说你们来餐厅的这个路程进行到哪里了。比如你约了朋友来你家，可是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朋友却没有到你家，这时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他，你问你走到哪儿了。不管你的朋友是走路、开车、骑自行车，不管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，你都可以说你走到哪儿了。张鹏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张鹏说，我们还在打车，表示车还没有打到，我们还在打车。接下来小林说了什么呢？好的，
那一会儿见，实在打不到车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接你们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小林刚才说，那一会儿见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认识一会儿见这句话，为什么要在一会儿见的前面加了一个那，这里的那其实指的是那么。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一个那字呢？我来给大家两个例子。比如，当你下班了或者放学的时候，你会对你的同事或者同学说再见，明天见。因为你知道明天一定会见面，因为明天你要上班或者你要上学。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约好了在某个时间见面，我们说好了啊，五点见，行，那五点见，表示前面约定的部分已经确认好了，那么五点见。在口语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情况和你想的不太一样，这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些调整。比如你要向你的经理请假，经理，我今天有点事情，我要请半天假。经理说，不行啊，小张，今天我们人手不够，你今天不能请假。可是经理，我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试，我必须得去。原来是一个重要的考试，和经理原本以为的一件小的事情不太一样。这时候经理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去吧，那你去吧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么你去吧，他说，那你去吧。比如我的朋友在晚上十点了打电话给我，廖丹，我现在想去你家一趟，现在已经十点了，明天来行吗？我真的特别急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给你说。这样啊，那你来吧，那你来吧。好的，那一会儿见，实在打不到车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接你们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小林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做事情非常周到的人。什么叫做事情周到？就是指他会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，所以他说，实在打不到车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接你们。什么叫实在呢？实在是什么意思呢？实在打不到车这句话的意思是真的打不到车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会发现完整的句子应该是，如果你们真的打不到车，或者如果你们实在打不到车。但在口语对话中，人们会让句子变得非常的简单，实在怎么样，实在打不到车，实在不行，实在听不懂，其实前面省略了如果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我家，就给我打电话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我家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我快冷死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？再忍耐一下，我们很快就打到了。哎，你看，车来了。张鹏的女朋友叫小美，小美刚才说什么？她说，我快冷死了。是她真的快要死了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她是说她非常非常的冷，她冷得受不了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一种比较夸张的口吻说，我快冷死了，或者我冷死了，都是同一个意思，就是指我真的特别特别冷。下午两点我们才忙完，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，我快饿死了。今天停电，没有暖气，我快冻死了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想买房子，
可是他们还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接下来小美又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？也许你已经学习过了你什么时候干什么这样的句型，比如你可以问朋友，你什么时候来我家，我想知道你来我家的具体时间。你什么时候参加 HSK 考试，我想知道你参加考试的具体时间。但是小美说的这句话是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？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时候才能怎么样这个句型，我来给你两个例子。比如你请了朋友来你家，如果你打电话问朋友你什么时候到我家，你只是问了一个具体的时间，你到我家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。可如果你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你的朋友还是没有来，这时候你肯定已经失去了耐心，开始生气甚至抱怨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家啊？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。你用什么时候才能干什么来表达你不想再等下去了，你已经没有耐心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报告给我送过来啊？我都等了一个早上了。我的电脑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？我都等了一个星期了。快冷死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？再忍耐一下，我们很快就打到了。哎，你看，车来了。当小美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张鹏是怎么安慰她的呢？张鹏说，你再忍耐一下。忍耐，忍耐什么？忍耐这种冷，还有忍耐要等这么长时间，请你再忍耐一下。有时候人们也会说忍这个字，你再忍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达，一下就是指不会很长时间，很短的时间。比如我们去医院打疫苗，医生或者护士小姐会对你说，你再忍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你再忍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再比如你去看牙医，当牙医给你洗牙的时候会有一点疼，有一点酸，牙医会说，你再忍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通常当人们给你说你再忍一下，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。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，你可以怎么说呢？比如牙医给我洗牙的时候真的太疼了，我会说我忍不了了，或者我忍不住了，又或者我忍不下去了，就是我不能再忍了，真的太疼了。张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我们很快就打到了。打到什么？是打车，很快就打到车了。你看，车来了，车开过来了。哎，你看，车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去哪里？你好，我们去南京西路假日餐厅。每个职业都有他们的习惯表达。什么叫习惯表达？这里的表达不是动词，是一个名词。表达在这里的意思是指说的话，习惯表达，习惯性说的话。为什么会习惯性说一些话呢？这是一种职业习惯。比如作为中文老师，我有一个职业习惯，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说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，这就是我的习惯表达，
是我的职业习惯。那么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习惯表达是什么呢？出租车司机一般会说，你好，请问您去哪里？他说得很快，因为这是他的一个职业习惯。我说得慢一点，你好，请问您去哪里？这时你可以怎么回答呢？你只需要说我去，后面加上地址，就像张鹏这样，我去南京西路假日餐厅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什么时候用您好，什么时候用你好？这里我们首先从乘客的视角，我带着大家去打车。我们的年龄差不多都是20多岁、30多岁的人，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司机师傅是一位老先生，他明显比我年龄大很多，比我年长很多，和我父亲同岁。这时出于礼貌，我会说您好。但如果司机和我们是同龄人呢，我们就说你好。现在请你改变一下身份，你不再是乘客，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出租车司机。其实一般像出租车司机、酒店服务员、餐厅服务员等等，只要是从事服务行业的，如果他经过专业的服务训练，一般会使用您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餐厅的时候，尤其是比较高档的餐厅，你会听到请您这边走，在酒店你会听到请您在这里签字，他们使用的都是您。这是一种服务非常的标准而且专业的体现。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中文地址的表达顺序和英语还有法语的地址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。中文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，这里你需要知道三个和地址有关的名词，一个是区 district， 第二个路，一般指的是 avenue 或者是 road， 第三个是门牌号，在多少多少号，又或者是一个具体的名字。比如张鹏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南京西路假日餐厅，你可能会问我，为什么张鹏没有说区呢？南京西路在上海非常有名，如果是比较有名的街道，大家一般不说区，可以把区省略。但如果张鹏去的是一个非常小的、很少有人知道的街道，那么他就要说明到底是什么区。为了帮助大家理解，我来给你一个例子，请大家看屏幕上的这张地图，地图上有一个红色的标识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中国上海市徐汇区裕德路165号。你会发现地址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，国家、城市、区、路，然后是门牌号。当你打车的时候，你当然不用说国家，你也不需要说城市，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有名，司机可能不知道，你就要说明是在什么区，徐汇区，什么路，裕德路，多少号，165号。司机问你，你好，请问你去哪里？我去徐汇区裕德路165号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去哪里？你好，我们去南京西路假日餐厅。师傅，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？这个时间段车不多，应该没问题。张鹏问出租车司机，师傅，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？看来他很担心不能按时赴约，因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打车，很可能今天要迟到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什么时候我们会称呼一个人师傅？第一，如果你练武术的话，教你武术的人，他是你的老师，你可以称呼他师傅。
比如在《功夫熊猫》这个动画片中，那只小熊猫它就是大熊猫的师傅。第二个使用师傅的情景，就是在你打车的时候，我们把出租车司机称呼为师傅。师傅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去什么地方？你们赶时间啊？对，我们和朋友约了吃饭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半个小时以内到。司机师傅问，你们赶时间啊？赶时间这个表达怎么用呢？我们可以说我赶时间，比如在飞机场，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首先要值机，要值机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可是你还没有值机，这时候你很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。你可以这么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，我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我可以在你前面值机吗？当你过安检的时候，你还可以用同样的句型，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，我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我可以在你前面安检吗？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对话。你们赶时间啊？对，我们和朋友约了吃饭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半个小时以内到。司机师傅听出来了，张鹏在赶时间，所以他安慰张鹏说，没问题，放心吧，也就是不用担心，半个小时以内到。半个小时以内就是指不会超过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内到。师傅，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右转停车。好的。刚才张鹏说，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右转停车，他给了司机师傅三个信息。第一，过了红绿灯。什么叫过了红绿灯？就是要首先通过红绿灯。然后呢？第二个信息，右转，向右转。最后，停车。我们到了，微信支付对吗？对对，小美，我来付吧。张鹏选择的支付方式是什么呢？他选择的是现金、刷卡还是微信支付呢？他选择的是微信支付。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对小美说，我来付吧。什么叫我来付？就是由我来支付车费。但是在口语中，人们会把句子缩短，我来付吧。张鹏已经完成了支付，司机师傅又说了一句话，请大家仔细听，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，别忘了什么东西。司机师傅说，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。什么叫随身物品呢？就是指你坐车的时候随手携带或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。但是在这里，随身物品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达，就是你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有什么呢？比如你的钱包、手机、钥匙、雨伞、行李，这些你随身携带的东西。司机师傅说的第二句话是，别忘了什么东西。首先，这是一句非常口语的表达，这里的什么不是用来提问的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他说的就是不要忘了你的东西。但是在口语中，人们经常会把什么放在一个名词的前面。比如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请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，就给我打电话。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，别忘了什么东西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师傅，再见。哎，不客气，再见。张鹏是怎么回复司机师傅的提醒呢？他说的是，哎，谢谢啊。这里的哎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哎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。如果你只看哎这个字，它只是一个语气词，必须要把语气词放在情景中，根据上下文，也就是人物的对话来理解他们为什么用 A 这个语气词。第一个，
当熟人之间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，如果我叫某个人的名字，比如小张，哎，来了，你听，哎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答应，我知道了，我听到了，你在叫我，哎，来了，哎，听到了。如果我现在叫你的名字，麦克，哎，听到了。第二个我们使用 A 的情况是当别人要求你做什么事情。小张，你能把文件送到我办公室吗？哎，没问题。哎，没问题，是一个肯定的回答还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呢？当然是肯定的。他说，哎，没问题。哎，体现出的是一个人比较积极的态度，他答应的非常爽快。哎，没问题。当司机师傅提醒张鹏别忘了什么东西，张鹏的回答非常积极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师傅，再见。哎，不客气，再见。当张鹏说谢谢啊，司机师傅说哎，不客气。这里为什么加了一个哎呢？这也是在今天的视频里我要教给大家的关于 A 的第三种用法。请大家对比这两组对话，第一组谢谢，不客气，你会发现第一组对话他们的表达是非常简短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礼仪性的习惯性的表达。但是第二组谢谢啊和哎，不客气，第二组对话是张鹏和司机师傅之间的对话。张鹏说谢谢啊，这个啊用来强调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谢，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。司机师傅当然也听出来了，张鹏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很和蔼很好相处的人，所以呢他的回应也是发自内心的，哎，不客气，表示我接受到了你的感谢，不客气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师傅，再见。哎，不客气，再见。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美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张鹏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介绍。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介绍给大家，这时你可以说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由我来做什么，我来做，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比如当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，又或者是一个公开的讲话，你可以说大家好，首先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叫廖丹，我是一名涉外中文老师。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最好说我叫什么，我叫李明，我叫麦克，最好不要说我是李明或者我是麦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通常是在接电话的时候你会说喂，我是李明，喂，我是麦克。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应该说我叫什么。学习完了怎么用中文做自我介绍，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怎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别人。其实你在这里使用的句型和做自我介绍时使用的句型是一样的，还是用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。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里的来是什么意思，如果你已经看过我们前几期的中文课，我曾经解释过这里的来指的是由我来做什么。但是呢在口语中人们不会说这么长的句子，而是习惯性的说我来干什么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或者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。这里用向和给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。在视频中张鹏说的是
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。两位其实就是指两个人，但是为了表达尊重，我们会用位而不是个，尤其是当你介绍某个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位，这位是，而不能说这个人是。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美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真巧，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。当小美向大家介绍她和张鹏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王伟他说，真巧，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。真巧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是指当某个巧合发生的时候，人们就会说真巧。那巧合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来给你几个例子。比如你去上班，但是发现你和同事穿的衬衣颜色、品牌、款式一模一样，这就是一个巧合。再比如今天你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试，在公共汽车上你看到有个人他的钱包掉了，你好心把钱包拾起来还给了他，所以这个人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。当你来到了面试的地点，发现面试官就是你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这个人，这就是一个巧合。那什么时候人们会说真巧？当然是你遇到巧合的时候，你非常的意外，又或者非常的惊喜。为了表达这种意外和惊喜，你会说真巧。比如你到外地出差，住在一家酒店里，可是你在这家酒店里遇到了自己的朋友，你和你的朋友提前商量好了吗？没有，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对方会住在这家酒店里。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说，真巧，你也住在这家酒店里吗？真巧，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。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？看这里。好了。小美提议给大家拍一张合影，她说，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？咱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其实就是我们，但是咱们在口语中非常的常见，咱们听上去比我们更亲切一些，表示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们是一个团体。咱们走吧，咱们出发吧，咱们去哪里，咱们吃什么。当大家听到咱们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比较亲切。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咱们一般使用在非正式的场合，如果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一个公开的演讲，一般人们会用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显得更正式。咱们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表达，用在非正式的场合。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？看这里。好了。小林，你看这张板你拍的特别美，还真是角度太重要了。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，老师，这句话的语法有问题，为什么王伟说这张照片把你拍得特别美，应该是人拍照片，不应该用这张照片把你拍得特别美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你会发现在日常的对话中，人们并不总是说那些语法正确的句子。我想王伟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张照片，停，小美把你拍得特别美。从语法上来说，拍照片的人当然是小美而不是照片。王伟当然可以说，小美把你拍得特别美，或者这位摄影师把你拍得特别美。但有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照片上，这时会把摄影师的主语省略，你看这张照片，把你拍得特别美，或者你看这张照片，把你拍得特别丑。
小林，你看这张板你拍的特别美，还真是角度太重要了。小林看到照片后也非常满意，他认为这张照片真的拍得很好。为什么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呢？小林说，看来角度真的很重要。什么是角度呢？这里指的是拍摄的角度。假设你是摄影师，你现在给我拍摄的角度是正面，如果我侧过身，你给我拍的是侧面的角度，侧面。当然角度有很多种，拍摄的角度除了正面、侧面还有背面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俯射还有仰射。什么叫俯射呢？小美刚才采用的就是俯射，从上往下拍摄，俯射。如果是仰射呢，就是指照相机在下面，人在上面，这样叫仰射。你喜欢摄影吗？你对摄影有研究吗？一般来说，一张好的照片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因素，第一是光线，第二是角度。小美，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。张鹏看完女朋友拍的照片，他说，小美，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。技术是什么意思呢？技术一般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当我们谈论某个领域的技术的时候，指的是专业的知识，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发展，比如医疗技术、航天技术、 AI 人工智能技术，这里一般翻译成 technology。 但在刚才的对话中，张鹏说的不是某个领域的技术，他说的是小美的摄影技术，这里的技术指的是一个人的某项能力。所以我们可以在技术的前面加一个限定的词，比如摄影技术、烹饪技术、开车技术。你的烹饪技术怎么样？我的烹饪技术不错，但是我的开车技术很烂。很烂的意思就是很差，我真的不会开车。朋友们举杯，来，我们碰一下。聚会已经接近尾声，张鹏说，大家举杯，来，我们碰一下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来就是指我们大家一起做什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碰杯，碰杯和干杯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碰杯一般是指轻轻地把杯子碰一下，然后喝一口就可以了。但是干杯是表示我们要把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完，所以在聚会上大家要特别小心，你说的是碰杯还是干杯呢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想获得本期视频的字幕文稿以及汉字书写练习，请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 Join 或者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。我们明天见。自然语速，真实对话。喂，张鹏，是我，小林，你下班了吗？是小林啊，我还没呢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吗？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老朋友一起出来吃饭，你也来吧。嗯，好呀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过去。我可以带我女朋友一起去吗？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肯定得带上啊，刚好让我们几个也认识一下。行行行，晚上你们见了就认识了。别忘了把餐厅地址发给我。几点吃饭啊？晚上7点，南京西路假日餐厅。我已经订好了位置，你和你女朋友直接过去就行。好的，晚上见。嗯，晚上见。喂，小美，今天晚上你有空陪我和朋友吃个饭吗？都有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。你就来吧。嗯，好吧，你几点来接我？
6:30在你公司楼下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喂，张鹏，你们走到哪儿了？我们还在打车，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到吧。好的，那一会儿见。实在打不到车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过去接你们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我快冷死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车啊？再忍耐一下，我们很快就打到了。哎，你看，车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去哪里？你好，我们去南京西路假日餐厅。师傅，您觉得半个小时能到吗？这个时间段，车不多，应该没问题。你们赶时间啊？对，我们和朋友约了吃饭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半个小时以内到。师傅，麻烦您过了前面的红绿灯，右转停车。好的。我们到了，微信支付对吗？对对，小美，我来付吧。请带好你们的随身物品，别忘了什么东西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师傅，再见。哎，不客气，再见。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美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两个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真巧，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聚会上认识的。我给咱们拍张合影怎么样？看这里。好了。小林，你看这张板你拍的特别美。还真是，角度太重要了。小美，你的摄影技术比我强太多了。朋友们举杯，来，我们碰一下。